视频中左脚大拇指套弹力带，大拇指被弹力带拉直，拇指踩紧地面并抬起其余脚趾，要有节奏力求最大幅度上翘，目的是激活脚趾和足弓肌群。现在让其余四个脚趾不动，只让大拇指单独上抬下落。接下来右脚大拇指也套弹力带，绷紧带子拉直左右脚拇指，重复做刚才的动作，拇指拉直贴地保持不动，上抬其余四个脚趾，要有节奏，每个动作做到位。再让大拇指单独上抬下落，弹力带让大拇指力线排列对齐，又提供一个外力反馈，更好激活足部小肌肉。现在让所有脚趾压紧地面，然后收缩足底肌肉，让足弓轻微拱起，过程中绷紧弹力带，注意保持大拇指压紧地面。最后是双脚提踵运动，大拇指被拉直的情况下提踵，视频中右脚和左脚一样提踵，只是镜头没有给出右脚，作用也是强化足弓肌群。